你好，我这里是佳美窗帘，请按我们的墙纸链接。这里有90多本墙纸书，你可以慢慢游览。这些都是韩国墙纸。Korean wallpaper, Korean wallpaper, Korean wallpaper。很重要，所以要讲3次，呵呵。韩国纸比较宽，42寸就比较少接口。你按进去看看，这本是石头和砖块设计的，每一个设计都有自己的编号。比如你喜欢这个，你按进去，这个就是实际尺寸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设计 ，screenshot 给我，我就知道你要的是这个图案，因为这里有编号，呵呵。一卷韩国墙纸可以占150方尺的墙面，也就是说宽14尺高11尺，就等于一卷墙纸。你选你要的设计 screenshot 了，在 WhatsApp 给我。我是 Mr. Liu， 佳美窗帘0127201500 0127201500，最多韩国墙纸选择的窗帘店，谢谢。